么新疆的小漂亮的小姑娘，我都叫她姑里啊，都叫她姑里，就像南方人会叫阿诗玛，阿诗玛是不是？在广西会叫阿诗玛，对不对？在西藏会叫什么？卓玛，是卓玛。在新疆哈，你要看到漂亮小姑娘，你不知道怎么叫她，尤其是帅哥嘛，教大家的一个撩妹的绝招啊，撩妹绝招怎么叫她？你喊她姑里，你噔噔噔噔噔就跑过来了。你在大街上随便喊一声姑里，十个有九个都转过头来看你了，因为他跟靓妹靓女大概一个含义，而且他们名字大部分都带有姑里什么这个词语，比如说阿曼姑里啊，巴哈尔姑里，什么这个阿纳尔姑里，就是每一种不同的名字加一个姑里，姑里就是花的意思，就是花朵哈，所以啊姑娘就美得像花一样啊，这是我们当地的一首王洛宾所收集编纂的民歌。有多少小姑娘都叫姑里，我不知道哪个姑里就是你，为什么你有一个花一样的名字，是不是姑里都比杏花美丽，叫姑里的全都是维吾尔姑娘，维吾尔人走过花朵生活在一起，慢慢黄沙吹过和天山上的花朵，为我的小辫子还是绚丽无比，姑里姑里你在哪里，姑里姑里美丽无比，姑里姑里风中的你，姑里姑里在我心里，叫姑里的全都是维吾尔姑娘，维吾尔人总和花朵生活在一起，慢慢黄沙吹不落和天山上的花朵，维吾尔的小辫子还是绚丽无比，姑里姑里梦中的你，姑里姑里美丽无比，姑里在我心底，在我心底。谢谢。OK， 今天就这一首好不好？好。想要再听下一首吗？要。哎呀，好了，看大家表现了啊。逗大家玩的啊，回头把嗓子恢复一下之后慢慢来啊，因为确确实实是不敢讲。